美好旅行向天堂，糟糕旅游事业狱。大家好，欢迎收听宵夜帐旅行团，我是各位的随团领队 Brian。 上一集在跟 Avis 还有 Elvin 讨论这个中亚自主团的集数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听过了？其实关于这个事件呢、啊，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小插曲，就是呢，这个我老婆在其实大概差不多两个月之前呢，就跟我讲说，她其实有一个算是工作上认识的前同事，她呢也去报名参加网络上纠团的这个做中亚团，结果呢，在抵达乌兹别克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然后就团员就是有摩擦，然后可能签证有一些问题啊，然后有谁谁谁不让他入境啊。 啊，什么要丢包什么之类的，就有这样的事件。那我当时的反应呢，就是跟节目上讲的一样，我觉得在网络上找团呢，有的时候就它不像旅行社，就是有这个既要尽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呢，要去帮你处理所有的事情，不能丢包，变成是恶意遗弃。那如果是自主团的话，只能说就是看你运气啊。如果你自己不能处理又处理不好的话呢，就问题会很多，因为这些东西的就是属于那种不出事就没事的问题。 然后当时我也没有做太多的联想，结果后来呢，这个《中亚巨婴传》的这个事件出来，然后新闻发酵了之后呢，我又再去跟我老婆聊了一下，后来发现其实他所说的那个前同事参加的就是《中亚巨婴传》的这一团呢、欸，很巧吧？只是说我不确定我老婆跟她的前同事是不是那么熟啦，就是熟到可以可能找来问一下细节，甚至是上个节目聊一下之类的。呃，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是想要了解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在新闻或者是在那些像连载小说一样在。 在那个文章当中没有列出来的，或者是没有讨论到的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或者是有什么出入的部分。 又或者是说，像我自己的话，可能就比较想要了解，就是以一般的旅客或者是消费者的立场呢，他们会宁可选择这种网络上的纠团，而不选择一般旅行社。就比如说相同的行程，以中亚这样子的东西来说的话，那他们会因为可能像我们之前讨论，比如说比较自由啦，或者说可能价格比较便宜啦，还是他们觉得那个主就可能比较专业等等之类的理由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角度或者是立场，是我们没有想过，或者是我们没有考虑到的这个部分，我会让他们比较想要。 不选择一般的旅行社，而选择网络上纠旅团，这是我自己比较想要了解的。所以之后看看，也许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能够。 去询问一下这个那那一位我老婆的前同事，或者是我顺便问一下，能不能有机会来节目上聊一聊之类的，也许吧，但是不不确定这样子。但是不得不说啊，其实我慢慢的有觉得，最近这个中亚这个部分的这个行程呢，好像有越来越热门的趋势。那可能当然，也许跟这个新闻事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如果大家有在关注一些旅游的这个 YouTube 或者是一些 p a r k e t 的节目的话，你可能就会发现，最近其实也有一些这个。 YouTuber 跟 p o c k e t s 他们去中亚玩，然后放了一些影片跟节目出来。而且，如果现在大家上网搜寻的话，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旅行社，他们其实都有推这些中亚的行程。当然，有一些从以前就有，但是如果你去关注一些，比如说像大旅行社什么雄狮啊、东南，你会发现，诶、欸。 这个他们的报名的程度好像看起来都有一些都还额满，还蛮不错的。而且我自己在这个中亚的路线当中呢，也开始有机会会遇到一些其他的台湾团，因为有的时候你其实不太容易遇到。像我上次的带这个中亚团的时候呢，我们就有遇到一团其他的团体。不过据我的这个团员说呢，他们是一个算是比较特价团，因为跟我们的价格有一。 一定程度的落差，但是说到这个，我这个团员也很有趣，他其实就是我们节目的听众，而且他很巧的就是呢，他刚好参加过上一集我们聊的这个两位来宾的，包含我的三位的这个团体的行程，就因为他跟过 Avis 的团，然后跟过 Elvin 的团，然后后来跟过我的团，然后刚好跟我的团就是中亚这样子。他其实自己是一个蛮喜欢，也蛮会做功课，很认真做功课去自助行，然后去各国。 旅行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选择中亚的时候會选择跟团呢？主要是因为呢，像中亚这种各国这个签证啊、邀请函等等的蛮麻烦的，而且呢，有一些国家呢又不是那么方便自己去，再加上那些交通等等的，是太过复杂了。所以对他来说呢，与其这样子去做那么多复杂的功课呢，就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旅游的乐趣。所以他决定要选择旅行团。那经过他的做功课呢，跟多方的比较之后呢，最后选择了我们家的这个行程。那当然可能。 是我在这个旅行社的这个帮助，可能有一滴滴啊，但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呢，这个旅游当中能不能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是比较重要的。他当时其实就有跟我在团上的时候就有跟我提到说呢，他有看到一个就是比较特价的这个行程。 而且很巧的呢，我们在吉尔吉斯遇到的另外一个台湾团呢，走的好像就是他们这个行程。不过其实这个我的这个团员呢，就是听众朋友为什么会对于这个价格的比较好奇，主要是因为大家如果现在去查一下，现在坊间大部分的旅行社，即便是雄狮他们的中亚五国的行程呢，大概价位都会是落在可能二十四、二十五万之间。可是呢，他看到这个行程呢，是只有大概。 特价嘛，二十万左右，所以就会有一个四五万的落差，大概可能百分之五十左右，呃，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这个价格上面落差就比较明显。那他就很好奇说，这样子一样是五国，他的在行程上面或者是吃住上面安排有什么比较大的落差？那我当时在团上的时候是有跟他稍微讲一下。那我想今天呢，因为前阵子我们不是节目有出了一个越南岘港，就是中越的这个比较高价跟低价这个行程呢，我觉得当时的这个反应蛮不错的。所以我想今天呢，刚好也借这个机会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他。 给我看的这一家旅行社这个行程，跟我们家的这些行程上面比较上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可能也许可以作为各位将来呢要去中亚，想要去中亚旅游去跟团的话呢，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就是知道自己要怎么样去选择不同的旅行社有什么样的呃落差的部分。不过呢，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因为上一次我们在讲这个中越线港的行程的时候呢，是因为那两个高价低价的行程呢，我都是自己参与过带过的。 然后，然后，而且再加上他们两个都是同一个旅行社的行程，所以我觉得公布这个旅行社的名称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呢，因为这次的行程，我只是单纯就这个团员给我的这个资料，然后去找到这个旅行社他们内容的跟行程，想去跟大家做一个分析跟比较。所以呢，我们第一，我们不会公布这个旅行社是哪一个。那第二呢，是因为这个行程当中，我觉得没有真正的说想要捧高杀低，其实它没有好坏，就是你知道。 你的价格上面跟这个落差当中有什么样不同差异的安排，或者是行程上面有什么样的出入，所以让大家了解一下，说你将来如果参加中亚的行程，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寻找你适合的产品就好了。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一点。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首先呢，我们先讲哈，以中亚五国的行程呢，像我们家的话是安排十八天的行程。那我看到的这一个行程呢，它只有十七天，差一天呢，比较大的差别可能会差别在航班，也有可能会差别在你可能就要少住一个晚上。那所以它本身就会有一个可能一点点价格上的落差，毕竟差一个晚上的价格房间嘛。再来呢，就是我们可能也许在航班上面不同，不过呢。 如果讲到航班，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旅行社目前的中亚行程比较常看到的，都会是安排韩亚航空从台湾飞到首尔，然后再换这个转班机，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落差呢，飞到这个呃哈萨克。 当然，我也有看过一些比较少数会用一些其他的航空公司，但是我自己是没有搭过。可能从台湾飞香港，再从香港直接搭他们哈萨克的阿斯塔纳航空飞到哈萨克。那这个东西呢，可能就看个人的选择。有一些人会选择时间段比较好的，甚至我还有看像雄狮他们好像还会先在这个首尔住一个晚上，隔天才飞。那这个就是看大家怎么样去选择。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这个每日行程。以第二天来说呢，他们的行程就会从阿拉木图呢去到这个茶林大峡谷。那其实这个茶林大峡谷在我们家的行程来说呢，去年我们是有这个安排这个行程，但是今年的话就把它取消了。为什么取消呢？原因是因为在于说呢。 其实这个茶伦大峡谷呢，虽然它号称是世界上第二大峡谷，仅次于这个美国的那个大峡谷，可是呢，因为它并没有像美国大峡谷那边有这么多的那个站不同的地方可以看，它就是一个光秃秃的峡谷。那你说它壮观，其实它也很壮观，但是它也没有什么遮蔽物，你所以你只能用步行的方式。而且重点是什么？从阿拉木图的市区呢，去到这个茶伦大峡谷，开车差不多要四个钟头左右的车程单程哦。然后你去到那边大概又要一两个钟头的参观的时间，因为它的步行的参观方式就只有上面。 上层的步道跟下层的步道，上层的步道大概二点五公里来回，然后下层的步道大概五公里来回，然后这个就是参观那个峡谷这个切割的样子，然后拍拍照回来，然后。 再搭四个小时左右的车子回来，而且回来的时候，通常你会遇到差不多下班时间五六点的时候会有一点塞车，也就是说你大概一整天的时间，差不多就是为了去了那个峡谷。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在我们家来说，今年就把它取消掉。可是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好坏。如果你真的喜欢去看这样子的东西的话，当然你可以去。但是以我们家来说的话，今年这个行程就取消掉了。那这个东西它影响的这个价格部分的话，不会太大。 只是单纯就是在于说你要不要花时间去。那我们今年是用什么国家博物馆或者一些其他的行程来做取代？因为有的人可能不是那么喜欢看这个光秃秃的峡谷这样子。好，那再来呢？第二天呢？我们他们的安排呢？啊，应该说第三天行程的第三天，他们就会从阿拉木图飞到比什凯克，吉尔吉斯。但这个部分呢，像我们家的行程就不这样走，我们家会从阿拉木图飞到这个塔吉克，就杜尚别那个地方。 差别在，其实没有什么绝对的好或者不好，因为其实在中亚来说，它的航班不是那么的稳定。有的时候，你可以行程上面虽然这么写，但实际上你最后订到的行程的航班可能有变。所以呢，阿拉木图去比什凯克或者是去。 塔什干还是去这个杜尚别，其实都没有关系，就是看你路线怎么样安排。只是通常以我们家来说，阿拉木图到比什凯克，其实他可以开车过去哦，走陆地关卡，他不见得要搭飞机。那杜尚别的话呢，就是比较远一点点，但是呢，就搭飞机会比较方便，或者塔什干呢稍微再远一点。所以呢，这个他们第二天、第三天呢，就是去这个比什凯克。 到那边就差不多要可以休息了，因为他们有安安排一些什么潘菲洛普二次公园啊，都是在阿拉木图，他们有一些呃市集。那市集的部分呢，就是看每个地方的市集，大概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你逛到可能第二个、第三个，你就觉得大家的市集都大同小异这个样子。 好，再来呢。第四天的话呢，他们就去到这个比斯凯克，然后走这个岁月城，然后去到伊塞克湖区。大部分会来吉尔吉斯的行程都会是这样安排的。只是说呢，我要跟大家讲，有一些人他们会对于这个李白的出生地这个岁月城有很高的这个兴趣。这个部分呢，要跟大家讲，如果你抱着很大的希望，就是会有一点可能会有一点失望。原因是因为那个岁月城看起来就是一个废墟的样子，它啊比较完整的东西都放在博物馆里面，所以。 你去到现场可能看不出来什么东西，然后伊塞克湖区呢，他们就会去搭游船去看这个很像海一样大的这个伊塞克湖。那这个行程就没有太大的差别，所有的旅行团来到这边来到吉尔，其实都是这样安排的。然后再来隔天呢就会从伊塞克湖区呢再拉回到比斯凯克，然后呢比斯凯克回来之后呢，他们可能就会去参观什么阿拉阿查国家公园啊，然后去看一些什么啊独立广场啊、胜利广场啊这些。那这些东西就都差不多，我就不是。 啊，稍微的带过，因为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听前面几集这个中亚的行程分享这样子。接下来呢他们就从比什凯克呢飞到塔什干。如果大家稍微看一下地图，你会发现其实吉尔吉斯跟塔吉克离得很近，但是呢，为什么不会从这个吉尔吉斯直接去塔吉克？因为这两国的关系不太好。你不管是从陆地关还是从那个机场，你都没有办法搭飞机直接从吉尔吉斯飞到塔吉克，也没有办法从陆地关这样子直接过去，所以通常不会把。 虽然这两個,个国家距离很近，但是都永远不会把塔吉克跟吉尔吉斯这两个行程连在一起哦，因为没有办法啊。也许将来有一天可能会改，但是目前的话，你大概不会看到有人的行程是吉尔吉斯接的就是塔吉克，或者是塔吉克接了之后就是去吉尔吉斯搭飞机都没办法。所以他们在这边的话，第六天他们就从比斯凯克会搭飞机直接飞到乌兹别克，飞到塔什干。 好，那这是第六天的行程，飞到那边，因为他们早上去看了一个阿拉阿查国家公园，然后就休息，然后就飞到看那个塔什干去，然后飞到乌兹别克，然后在那边就休息了。隔天他们有一个行程是让我觉得比较奇妙的哦、啊，为什么觉得奇妙？是因为他们在塔什干参观完了之后呢，他们因为大飞机搭到乌根奇，因为距离蛮蛮远的，然后会去参观这个西瓦古城。这个西瓦古城呢，是一个。 蛮特别，也蛮漂亮，也有非常多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老城。那通常呢，我们的行程都会安排在西瓦古城的旁边。虽然它那里没有很好的，呃，国际连锁的可能四星五星饭店，但是我觉得算是一般的这种可能三四星的旅馆，已经还 OK，干干净净，还不错，这样食物也还 OK。 哦，通常会在那边住一晚，因为那个西瓦古城呢，晚上它是有开放，你可以进去的。除了那些售票博物馆晚上没有开，但是城市本身它晚上是可以参观的，因为也有开灯。之前有开过直播，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是一个蛮不错的地方。所以通常蛮多的旅行社会安排在西瓦住一个晚上。可是这一个旅行社他们就只是在西瓦看一看就走了，但是他们会直接选择。 过国境去到土库曼，然后住在那个达沙古兹，这件事情就让我比较不太理解。原因是因为达沙古兹虽然是土库曼的五个区域当中的一个算是小区的首府，但是它其实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所以。 住在那里，晚上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我觉得了，因为我没有住在过那个地方，这个安排会让我觉得有一点可惜，因为你在西瓦没有住，所以你就只能快速的参观完，因为其实西瓦古城慢慢参观的话。 还蛮多东西可以看的，它有很多的可能清真寺啊，那个神学院啊，还有一些这些博物馆啊东西可以看，而且可以拍照，然后可以拍到白天的，拍到晚上的。但是你如果没有住，就、那、是、個、看一看，吃个中饭，可能就要走了。我觉得会比较可惜一点。而且达沙谷子有没有什么东西？像我们家的话，是隔天才会去，或者是反过来走。我们家是反过来走，今年的话，但是我们不会住在达沙谷子。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呢。 达沙古兹，因为它其实算是一个，如果以一般的角度来看，它有点像是一个二三线甚至三四线的城市，所以它也不会有什么国际五星的饭店，所以那边的饭店的价格可能就会相对来说，你只找得到四星旅店，然后价格上面就会比较便宜，所以这个可能就会有一些些的价格上面的落差。好，那再来呢，还有一个跟我们比较不一样的安排就是呢，这个旅行社它安排从达沙古兹。 就直接前往这个地狱之门，然后就一路开车到那个阿什嘎巴，就是土库曼的首都。呃，我有看过几个旅行社的他们的安排会是这样子，因为像我们家的话，会直接到首都阿什嘎巴的时候，直接到地狱之门，然后再折返回阿什嘎巴。那有一些旅行社他们会选择从北边啊、哦，大家想象一下那个地理位置，大概就是首都在南边，然后呢？ 达沙古兹这个城市呢，在北边，然后地狱之门刚好在他们两个的中间。可是呢，因为这一条路哦、啊，其实土库曼除了首都以外的路都还蛮烂的，所以那个路就很颠，你要坐那个四轮驱动车，抖抖抖抖抖抖抖很抖很久。所以呢，至少你从首都出发呢，还有一小段是比较好的。那达沙古兹出发，也许也有一段吧。但是就是有的旅行社他们会选择从达沙古兹参观完地狱之门，就不走回头路，就是直接走到这个首都阿斯塔巴去。 那我们公司是会折返，那但是呢，因为我们达沙古兹还会去参观另外一个叫做昆雅乌根奇啊、哦，往西边移动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参观完，然后才从达沙古兹呢会飞到阿什噶巴，或者是反过来走。可是呢，他们就是直接走，然后所以没有去参观那个昆雅乌根奇的老城市跟那些古建筑啊、哦，所以这个也可能会有一些落差。当然也有时间的影响，可能这个就是纯粹。 就像茶林峡谷一样的考量，那个这个就呃看你自己想要是什么东西。因为以土库曼来说，土库曼整个国家总共一共就三个世界文化遗产啊、哦，一个就是这个呃尼沙古城，一个就是梅尔夫古城，一个就是昆雅乌根奇古城，总共就这三个。我们这三个都会看到，但是这个如果没有去昆雅乌根奇的话，他们就看不到其中一个。那当然，这个就是看个人的选择。 好，再来隔天呢，这个在阿什巴巴图库曼首都的这个参观的行程就大同小异，那可能就是有去参观这个我们刚才讲尼萨的遗迹啦，然后去看那个汗血宝马的这个地方啦。那我们的行程是包含可以在汗血宝马场骑他们的汗血宝马，而且是包含在行程当中的。那这个如果有包跟没有包，可能就会有一点价格上的落差，但没有很大哦，没有很大。所以呢，这个也是其中一个选择。再来隔天呢。 他们的行程就从土库曼的首都飞到呢，他们的东边的一个城市叫做土库曼纳巴德，土库曼纳巴德，ad, 然后准备呢就要坐车过边界进到，再重新进到这个布哈拉，也就是乌兹别克的这个城市。那在这边呢，又跟我们家的行程有一个比较大的出入。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刚才讲过說，说土库曼有三个世界文化遗产，梅尔夫。 尼萨跟昆雅乌根奇，那这个行程他已经没有去昆雅乌根奇了。那尼萨在首都的附近市郊的地方，所以他们有去。但是梅尔夫呢？因为他们如果像这样子的非法的话，他们也不会去。原因是因为呢，这个梅尔夫这个遗迹呢是在阿什卡巴跟图库曼纳巴的中间一个叫玛丽的这个城市的附近。 所以，像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就会从阿什卡巴的飞到马利，然后参观完梅尔夫之后住一个晚上，然后在隔天去到土库曼纳巴的，再进到乌兹别克。但他们这种非法的好处是不用从马利拉到土库曼纳巴的这个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他们直接就飞过去，然后就直接进布哈拉，这是比较快的做法。但是缺点就是第二个世界文化遗产你就也没有看到了。但是这个世界文化遗产，说真的，如果你认真要讲，看不看纯粹是看客人的喜好，因为。 我必须老实说，土库曼的三个世界文化遗产，真的看起来跟废墟，跟我们讲那个废碎叶城，没有很大的区别。但当然有一些建筑比碎叶城好，但是呢，比较好的东西都收在物博物馆里面了。所以这个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呢。 来到土库曼，如果你想要了解过去丝入这些城市上面的辉煌的话，除了去看现场他们曾经长什么样子之外呢，你要去到国家博物馆去看里面到底装了一些什么东西，去看一些复原图跟想象图，他们以前这个城市有多么繁荣。所以，如果行程当中没有国这些博物馆的话，你会去到那边就感觉自己只是在看一些断垣残壁而已。 那包含最近有去中亚的那个 YouTuber，他的影片当中，我看他好像也没有去到这些博物馆，所以会觉得有一点可惜的地方，就是即便导游说的非常精彩，但是你去到现场就只是看到那一些可能也以前的建筑的这个地基或者是留下来一些碎块，可是你要去到博物馆才会知道哦，原来他以前可能长得这么辉煌，他可能以前这里有佛塔、有清真寺、有这些。 你可能想象不到的这个地方，然后它还包含里面出土的一些文物，那些东西都放在博物馆里面。我觉得如果有去，会比较完整一些。那当然，博物馆也要钱嘛，所以它就会有一些落差。那至于说有没有去世界文化遗产，就看你自己想不想要去看那些东西。 好，那么再来呢？隔天他们就进到这个乌兹别克，然后就去到布哈拉参观。那在布哈拉参观呢，就会去看一些可能雅克要塞啦、铁木尔陵墓啊，这些都是啊、呃，去到那边一定会去参观的。然后可能就会去看一些表演。那隔天呢，就会去到这个萨马罕。那那个萨马罕这个部分呢，就一样会有一个出入，有的会是坐那个高铁，我也有看过拉车的。那也有拉车会去到这个绿河绿沙日，那就是去到这个铁木尔的这个算是。 出生地吧，算是老家。但是这个行程我自己没有去过，我不敢说它好或者是不好。那纯粹就看你自己对那个行程有没有兴趣。但是绿河绿沙就这个地方我是没有去过，我们是直接从布哈拉就搭高铁，就搭到萨马尔罕，或者是反过来走。好，然后搭到萨马马尔罕呢，就是去到什么雷吉斯坦广场啊、比比汉奴清真寺啊。 然后什么松阳市集，然后乌鲁伯克天文台、沙依金达林木群这些东西，那大家都一样哈，就是你来到这里一定会参观的地方。好，接下来第十三天，这个又是一个我觉得在安排行程上面当中呢，我觉得也比较奇妙的一个地方，就是呢他们的行程安排到撒马尔罕之后，隔天要准备要去到这个塔吉克。 但是呢，他们选择不确定是因为车程距离的关系还是什么？他们从萨马尔罕搭车拉到彭吉肯特这个地方，等于是说刚过了边境没多久就停在那个地方住在那里。那像我们的话呢，会是早上从萨马尔罕出发，然后进到彭彭吉肯特，可能参观一个呃他们的一个遗迹，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应该可以说是塔吉克的唯一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然后完了之后，也许吃个中饭，然后或者是参观那个他们的诗人的这个一个也是一个博物馆。然后完了之后，就搭乘车子穿越过这个帕米尔高原的那个山路，然后直接到杜尚别。我们不会停在彭吉肯特，但他们却停在彭吉肯特。我不太确定是什么样的一个考量，但是一样，彭吉肯特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达沙古兹都是属于那种二三线、三四线的城市，所以你一定可以说是找不到。 很厉害，或者是五星的饭店，大概就是四星啊、哦、三星这样子，所以这个也会有一定的这个价格上面的落差，再加上彭吉可能晚上可能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我猜的。好，所以这一点行程上面的安排，我是觉得不确定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的行程安排。看起来他们萨马汉早上也就是出发，但是呃是因为行程可能会参观不完，所以这样子做还是怎么样，我就不是那么确定。但是这个安排是跟我们家有一个比较明显、比较大的出入。 好，所以隔天呢，他们才会从蓬吉肯特穿越这个帕米尔高原的这个山路，然后来到杜尚别。那这样子去到那边的话，可能也差不多是下午傍晚了。然后在隔天呢，他们就去参参观一个西萨碉堡 （Hisar）。那这个行程呢，在我们公司的话是没有的。有的时候时间太多，因为其实杜尚别这个地方啊，应该说塔吉克，如果你单纯来到杜尚别这个地方。 你能够参观的东西真的其实不太多，顶多就是一些什么这个广场啦、那个花园啦，然后这个广场，然后在那个博物馆。可是呢，实际上你在杜尚别大概能参观的东西，一天之内都能够参观完。西萨碉堡是唯一一个可能拉车要两个小时出去看一看回来的地方，但是那个碉堡我有去过。但是我个人的想法是，如果你在杜尚别住到两个晚上，那你可以去，因为你会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 但是你去，你至于说值不值得？它其实算是一个地标建筑，但是就是那个正门口两个塔哦，比较经典，其他后面都是重建的，就是没有那么的有历史价值。但去也是不错，也是可以啊、哦。但是我们现在今年的行程，杜尚别只住一天，所以时间也不太够哦。然后再加上隔天还要拉车，所以这就是行程上面的选择跟安排。但是就是看个人喜好哦。那西沙碉堡就是你有时间你可以去。 好，那再来就是他们就会从杜尚别搭乘飞机到塔什干到首尔。那这边他，我觉得他们的行程安排上面有一个我觉得比较不错的地方，就是可能因为行程顺序的关系，如果就网站上面的行程去安排的话，他们等于是说不同点进出。 他们从哈萨克进，但是从乌兹别克出。虽然双点进出不走回头路这件事情，通常在一般的行程当中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安排。可是因为中亚的这个国家比较特殊，因为你没办法很多国家就是顺着方向连着走，所以像以他们来说呢，哈萨克进，然后直接飞到这个吉尔吉斯，然后再飞到塔什干，转了一圈之后呢，已经到了塔吉克，再飞回西边的乌兹别克，然后再飞回首尔。 这样的做法呢，跟我们家从塔吉克飞到哈萨克，再飞到首尔的结果呢，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别。只是说，如果真的要说有什么差别，我觉得哈萨克原本的这个机场就比较差一点哦，设备比较烂一点。但是因为他们今年也已经换了新的航下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是不一定谁比较好。 那乌兹别克会相对来说比较友善一点，因为之前曾经跟大家说过，哈萨克的机场的这些人员甚至有一些英文都不太好，所以呢，就这个就是看个人的选择。好，所以呢，这个就在在行程当中比较大的区别，就是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其实如果你看整个东西比较下来，比较大的差异是在于说，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他们我们十八天，他们十七天。 就会有少一天的这个金额上面的差别。再来呢，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些行程上面的安排，比如说我们刚才前面讲了达沙古兹跟这个彭吉肯特住在一个可能比较二三线的城市。第一个，你是晚上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然后第二个是，他可能也没有办法住到比较好的，可能四星甚至五星的饭店。当然，我们自己家的行程也有，像是玛丽，你也找不到五星的饭店。这 饭店的选择不是他们的问题，因为那个城市就没有。但是，是不是要选择住在这个城市，就看个人。那每一个旅行社的选择可能不一样，安排上面不一样。这个我讲了，这个行程我没有带过，所以我不知道他们这样行程安排有没有什么样特殊的考量。但是我觉得，彭吉肯特跟达沙古兹的这个停留的点，而不停留在西瓦，我觉得有一点可惜。那再来就是呢，这个行程当中，我看他们一写出来表定的行程当中呢，几乎很多都没有博物馆。 那就会造成一个比较可惜。第一个当然有门票上面的价格，但我相信门票上面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啊，至少那个价差不会是很惊的那个价差。但是呢，你会少看了很多东西哦，少看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那当然，如果他们行程没有写，但他们有去，那当然就是这个就不是那么确定。但是我觉得这个就会在于说，如果你是很在乎历史、古迹、文化、思路相关的一些资讯的来说的话，没有进到博物馆，你就只能看那些。 废墟的话也比较可惜，再加上他们看的废墟还比我们的少，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那至于说四万五万的价差有没有值得让你去选择，像这样子，只要有去到就可以，还是说要选择一个？也许看博物馆真的很累，因为呃，就像我的团员有跟我反映。 他觉得我们家的行程很辛苦，就在于说导游会讲很多很多的东西，会讲很多很多的历史，然后那个导游讲完之后，领队还要翻译很多的东西，就变成你要吸收很多的东西会比较辛苦。但是呢，也许有些人就是喜欢，甚至有一些旅行社他们本身就是一些老师出去带团的，他们就会讲很多历史上面会补充很多的东西，甚至还会发讲义给你。所以这个东西就看你个人选择是怎么样，喜欢怎么样的。 价格或者是怎么样的行程比较适合你？我觉得这就是个人的考量。只是你们在看这些中亚的行程当中呢，是选择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比较重要。最后补充一点，就是说有些人觉得说，那与其这样子，我为什么不能自主团，还是自己去呢？当然，说实在的，其实不是不可以。那些像呃，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讲到塔吉克跟吉尔吉斯，他们是电子签，你可以自己申请。 那像是哈萨克啊、土库曼啊，然后乌兹别克啊这几个国家是需要邀请函的。但是邀请函你可以请旅行社帮你代办。只是呢，这个通常土库曼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是在于说呢，你可能会看到我问到很多人说土库曼不能一个人去，但据我自己问导游，他的回复是说呢，其实土库曼不是不能一个人去，但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国家，等于是说你去到这个国家呢，什么地方可以参观，什么地方不能参观呢，它是有规定的，但是一般旅客不会知道嘛，所以有可能会造成一。 一些麻烦，所以他们会要求你，即便是自由行的旅客一个人去，他还是要请导游带你们走。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会影响一些人去的意愿。因为我还是会看到一些极少数的一两个人的那种自由行旅客去到土库曼，但非常非常少。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想要自由行的话，要不你就跳过土库曼这个国家。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去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去的话，这个部分你可能就要考虑说，是不是能够找到。 一个土库曼的导游，或者是那个部分就跟团去，但是整体而言，我觉得中亚这个地方签证、邀请函、交通等等的过关那些有的没有的麻烦，我觉得跟团去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当然。 希望今天的这些节目的内容呢，虽然可能讲的有一些杂乱，因为毕竟在比较两个旅行社的一些行程上面简单上的差异，但是还是希望将来对于各位，如果你想要去中亚旅游的话，在行程选择上面呢当中呢，可以有一些思考的空间跟作为参考的地方。 那今天呢，刚好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回复一下很久没有回复的这个听众留言。第一个是我们先讲 Apple p o r c e r t 的，第一位是一个叫 Astroid Boy，他说不敢相信 Incredible India 啊，你可能是看到印度的那一集，但是说真的，印度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但是呃，还是要跟大家说，有不可思议的，你觉得很糟的地方，就会有不可思议很好的地方，但是说真的，自己去看一看比较好一点。好，那下一位台中庄 Sir 吧，他说。 EP 九一的内容，喜欢这一集的比较分享，谢谢你。那应该讲的是中越线港，所以这个就我们前面讲了哦。我觉得这个反应大家都还蛮不错。如果之后有这样的机会，或者是我有带到这种有比较明显差异的同个地方的团或者同个国家的团呢，也可以继续分享，就像今天这一集一样。 再来下一位呢，有一个是咪咪喵呜呜，他说单人参团十月报了一个土耳其团，但是不想花时间找人一起参加，最后敲了半天，对方也不一定能参加，会很麻烦。找好几家旅行社报价单人房的费用，但大多数业务都不愿意直接回答加价的问题，到底是为什么呢？说实在的，我觉得应该不太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加价单人房本来就是你的权利，而且呢，旅行社。 通常他们也会因为看有没有多少旅行旅客要加单人房之后呢，去帮你安排这个行程，所以照理说不太会说不愿意，因为对他们来讲没有影响，甚至有一些旅行社还可以从中再赚一点点钱，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业务单纯就只是忘记了或者是懒哦，我这个我个人的想法，但不见得是每一个旅行社都会这样子，但我觉得不必要也不应该会是说完全不愿意回答了，所以你可以。 再询问一下你的业务，或者是问一下其他的旅行社也可以。好，那下一位是，呃、欸，他打的是表情符号了，两个日币的那个羊，然后一个笑脸。金子羊旅游很喜欢你，秘鲁单国十六，呃，单国十六。 天，那三集他写十六国，那我们知道去要趁体力好时快一点去，而不是等有钱有空。可否请你谈谈金致讲旅游与一般旅游的差异或者是优缺点？因为也很喜欢您评阅评价越南评价团与高价团那一集啊，大家是不是？你看我前面讲的，说这个大家对于这个反应还不错，因为可以比较大家很多。也许你不是业内的人，你可能不是那么明显的知道这个落差在哪里。那我之后还是尽量就跟前面讲的一样，有西机会可以多聊一些。 那至于说金职讲旅游，其实它就是一个评保学会的一些评分标准，就像你们填那个意见调查表，也是一个评分的标准。那至于说详细的部分的话，我到时候再了解看看是不是可以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因为现在我对于这个了解没有那么深入。至于说这个会不会讲到有一些不太恰当的东西，或者是不是很完整的部分的话，我觉得也不太好。所以呢，后面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可以比较多的故事可以讲，好吧？ 好，那再来下一位是一个叫做恶魔书生，他说很优质的频道，从节目获得的知识都能让我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拿出来说嘴，真的假的？感谢你的支持啊，谢谢谢谢。好，下一位。 棒棒落里他说很赞中肯的节目，最近才开始听您的节目，其中有很多观念跟我的理念不谋而合，尤其是第十五集内容谈到有部分的台湾人生在福中不知福，也许不能责怪这些人，他们可能未常常出国，所以才不知道台湾很好。您的节目已经做了三年多了，可见绝大部分的听众都非常的支持。最后也谢谢您能跟我们分享众多的旅游经验以及该注意的细节，希望这个节目可以长长久久，也祝福您带团顺利。 好，谢谢您。其实说真的，我自己真的觉得，在台湾有很多东西，我们真的过得蛮舒服的。就像以厕所这件事情来说，我觉得你在国外呃，还有那种便利商店这件事情，真的很多很多的地方，国外跟台湾也不见得能比较。当然，我们不是说自己生活在台湾，自己是台湾人就说台湾多好，可是。 在实际上，我们的习惯上面来说，很多方便度的部分呢，在台湾真的蛮蛮不错的。我也是希望大家，如果你多在其他国家看看，你会发现其实台湾没有真的那么差，没有到鬼岛这样子。那也感谢你的支持，谢谢。好，那么接下来呢是这个 First Story 的这个听众留言，有一位 a 捞 Tomato 啊，他说很喜欢 Brian 口才变给。 变给还是变给？我不确定这句话什么意思。没有最迟，当初要去希腊自由行找资料，无意间听到 Brian 的希腊资讯，觉得很有用，就进来补听前面 Podcast。听到空姐边跟着心有戚戚焉，希望 Brian 多说些关于欧洲旅行的二三4。诶、欸，这个我文字上没有回复，就是我现在其实已经很少去一般的欧洲，都是去那个什么巴尔干地区，所以比较接近的算是就是希腊，然后可能之后也许公司还有什么英国啊、爱尔兰啊这些地方。 如果之后有可能都讲了一些回忆的部分，所以也许有机会可以再讲到。那也感谢你对节目的支持。好，然后下一位呢是他没有写名字，他只是问说，因为可能在上一集的节目有跟 Elvin 还有 a v i s 聊到，就是可能想要办四月或者是七月的土耳其。他问说，土耳其七月会不会太热了？明年一些想要去土耳其或者是希腊。说实在的，土耳其这个地方七月八月当然是很热，但是为什么会挑这个时间？是因为第一个夏天的气流比较稳定，热气球容易飞。那水果的不。 部分呢也会比较多，那些樱桃啦，然后那个新鲜的无花果啦，什么你都可以吃得到。但是热当然是真的热。那希腊其实也是一样的问题，但是因为你去去海岛，除非你完全没有要玩水，那你当然可以选择像是五月或者是九月、十月。这只是呢，如果你要玩水，那你就要选择其他的方式。那在其实，在土耳其跟希腊的选择其实差不多，因为他们位置也没有差很多。好。 最后还有几则从 Spotify 上面的留言，首先是这个神庙石窟回水道，这个有一位讲说谢谢分享，好赞的印度，谢谢你的支持。然后呢，有一位他在九十二大机恼人行为 Top 二十的讲说呢，他讨厌的是从上机到下机一直和邻座聊天。其实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就是他不要聊得太夸张哦，是还 OK。但有些人就喜欢在走道上，然后靠着你的椅子，然后跟隔壁超聊超大声，而且还在睡觉的时候，那就真的很讨厌。 好，那下一个是他在留言说这个十那、這个秘鲁当国十六天的时候讲说感谢分享，也感谢你的支持。那还有一位他说呢，这个您真的很厉害，可以找到这么多不同于一般认知的资料，太优秀了啊！这个谬赞谬赞，哦，感谢你的支持。好，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个积了好一段时间才跟大家回复的这些听众留言。那当然。 各位如果喜欢像今天这样的节目，或者喜欢任何一集的节目内容，还是各位对于节目的任何的建议或指教呢，都欢迎各位多多的可以在 Apple p o c k s t 或者是 Spotify 的下面呢留下你的五星评论或者是留言，我都会找时间呢跟各位一一的做回复。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满意。那当然，如果各位对于在旅游当中呢，或者是你在新闻当中有看到一些跟旅游相关的一些新闻或者是讯息，还是有什么东西希望我在节目上面可能找时间跟大家聊一聊或者是讨论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利用消费账旅行团的 IG 或者是粉。 粉丝专业呢，留下你的这个留言或者是私讯，我都会呢再找时间，可能找其他的领队呢一起来聊一聊，跟大家回复。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边，下一长旅行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